个大花园，这个家写了我的名字呀，我必须得买它买它。这个大头娃娃怎么那么像我呀？他在干嘛呀？他是在喝水还是在吐水呀？啊，这飞机怎么突然爆了？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妹妹小王，你们的小王姐姐。今天我要骑车出来溜达溜达，看看我家这个城市附近到底有些什么。话说我出生到现在还没有好好看看我家附近这些东西呢。哦，这里是什么？天哪，这个是栋大别墅诶，他家还自带了停车场，还有一个大花园儿。诶，我得进去看一看这是谁家呀，敲敲门。哦，直接可以进来。那这个应该就是在售卖的房子吧。哦，那我来看看他们家环境。嗯，厕所很不错，还有个独立的浴缸。哇，这个房间哦好大呀。诶，这个衣柜我可以直接换衣服的吗？天哪，我居然可以换衣服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家写了我的名字呀，我必须得买它买它，这种家就太适合我了。这是什么呀？是个海景房吗？天哪，就算不是海景，这个风景也特别美呀，这个地势也太好了吧，那么高，而且正好只有一个卧室比较适合我，那个两个卧室太鸡肋了。好了，我决定下一期我要努力打工挣钱，我要买它买它。嘿嘿，好嘞。买之前呢，我们先出来 get 一下新的技能。这是我才学的，就会骑一个滑翔机。哎呦哎呦，这旁边这棵树把我拦住了。好，等我退后，我倒着骑，回回回。你看我倒着骑也可以飞。Nice， 助跑一下，回。哎，这个滑翔机比我想象中的好操作呢，还是得考一个滑翔机的执照才行。哎，我现在是飞到哪儿了？哇，那是什么呀？一个大头娃娃趴在那儿。这个大头娃娃怎么那么像我呀？他在干嘛呀？他是在喝水还是在吐水呀？感觉好像是在吐水。原来他就是我们这个旁边这个河流形成的原因，全是从他嘴里吐出来的。我还以为这是个大海呢，或者是个外流河怎么样的，没想到他功力那么深厚嘛，而且和我长得那么像，看来我真是天选之子啊。啊，这飞机怎么突然爆了？ Oh no！ 真的是头都撞昏了，还好我今天戴了头盔，不然的话我这可不行啊。看来我们出行啥的得把头盔戴好，护具得备上是吧。那我现在我去找一找他在哪儿呢，我得去找一找他的源头，看看他到底怎么吐水的。哦，找到了，他真的好大一只啊，我居然还没有他一个小脚趾母呢，我自卑了呀。这是我再看一看，嘿，我想跳起来看，直接看不到啊。好吧，勉勉强强我看一个正面。哎，这个角度怎么那么诙谐呢？好吧，看他就是趴着的，也没啥特别的了。最主要我也看不到他正脸啊，因为他太大只了，我比较渺小。行吧，那差不多就这样了。我顺着他吐的这个河流往前走走，看看前面有个啥。哎，这下面，哇，这个瀑布太吸引我了吧，好想去冲一冲浪啊！啊，前面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水陆两栖的飞机呀，我还是第一次开水陆两栖的飞机呢。嘿，哎，怎么跳不上去？哎，跳上来了，好了，直接起飞哦。那，哎，直接撞上来了，没把握好这个方向啊。飞机呢？没了，就这样没了吗？还好还好，飞机没了，旁边有艘船，我开船出去行了吧？好了，登陆了，看看这上面是个啥呀？哎，这里有个土著人，他让我进行原始森林的赛车 ，nice！ 我还第一次在森林里面赛车呢。哎呦哎呦，这个方向刚刚一下子没掌握好，哎，看我倒退的技术，嘿，一个漂移甩过来。哎，继续往前开。哇，这森林两边，这个洞里面挺好看的。果然在森林里面赛车就有不一样的感觉，可以看到好多好漂亮的风景啊。嘿，冲啊冲啊冲啊，但是森林真的好大呀，跑起来好费劲哦。哦，终于跑到了，成功了， nice， 加钱了。好吧，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下一次